快点过来救我！你们……哎，姑娘，其实我一直爱的人都是你姐。 念念，只要你拿到40集团10亿的合作方案，就结婚，好不好？嗯。所以，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所以，你是不是为了利用我？你这个臭婊子，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我跟你纠缠，只是为了骗取40集团10亿的合作方案。哼。 我的好妹妹，多亏了你，故事现在是我的了。忘了告诉你，我俩今天是来送你最后一程的。哦，对了，为了怕你一个人在下面孤单，帮你冤死你，不用谢我。永别了，妹妹。 姑娘，你是谁？你真的太傻了！你是说送我去精神病院的人不是四叶爵，不是三爷，瘟疫他们才是坏人，你要找的三哥也是三爷，所以我一直错怪了四叶爵。 念念，你没事吧？四叶爵，你怎么过来了？你放心，我一直陪着你的。我相信。四叶爵，四叶爵，你快醒醒！四叶爵，四叶爵。 你不该来这里的，阿年，对不起，我来晚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四叶爵，你别睡，四叶爵，你快醒醒！阿年，害我出车祸，害我断腿，害我眼下的人不是你，四叶爵，四叶爵，你要救我一个解释，你快醒醒！阿年，来生三哥还会再喜欢你。 四叶爵，来生还我了爱你！姑娘和四叶爵就这么死了？要是我是女主，我一定狂虐渣男，狂吻男主。 这里是哪里？这睡衣不是我的，这不是小说里的顾念吗？我穿书了，穿成小说里5年前的女主顾念。 腿好了，我知道，眼睛康复了，啊，我回到了小说世界里。<笑>
顾小姐，你可算是醒了。四少在楼下都站了三天，被老爷打了好久，外面下着大雨，你再不去，恐怕少爷……我最喜欢的小说男主还活着，这一世我一定要护他周全。阿珏。 你宠的女人，为了别的男人，让思家损失十个亿。10亿算什么？你，安爹是我的命。臭逆子！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亲手把姑娘送进大局；第二，娶卓雅，我就原谅姑娘。谁都不能动姑娘，不会娶卓雅的。打！ 谢绝，别打了！干什么？快回去！老曹，继续打！谢绝，我要让你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姑娘。谢绝，多少钱？不知道，不知道。那他就知道了。姑娘，别打了，快回去。 来人！给我乱棍打残他！谁也不要动他！谁动姑娘，我要谁的命！谁动姑娘，我要谁的命！我是你爷爷，谁都不行！以后谁要是动四爷君，我愿意让谁死！你非姑娘不可吗？ 非他不可！这一年之内不准许你结婚，不允许公开你俩的秘密，这样我可以饶了你，我就同意你们。好，一年时间，这小说我全看完了，我一定可以利用一年时间改变结局。等他不够，不过10个亿，这样我就饶你，不然我家家破人亡，取消你的继承资格。走。 悠悠，早点回去。那你呢？又12小时。你说过，站满3天3夜，也就3天安分，我折磨自己。5年前，小淑女主为了逃跑，故意为难四叶君，只要四叶君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站3天3夜，我就乖巧3天。她真的照做了，后来险些死掉。这一次，我绝不能再让悲剧发生了。阿珏。 我们不战了，我以后都乖乖听话，待在你身边。我们一起进去吧。你干什么？别以为这样做我就能放你走，我是不会放弃的。谢绝，念念。 四爷君，都怪我的为难，你放心，这10个亿我怎么送出去的，我就怎么拿回来。没关系，这10个亿不用你管。你别走，我害怕打雷，我要你陪我睡。 你要是不陪我睡，我让他陪我睡。出去。今晚顾小姐真奇怪，这要换以前，得往三爷身上砸东西骂三爷。今天怎么顾忌三爷了？你故意讨好我，是为了想逃走，对不对？你不喜欢我讨好你。不行。那这样吧。 讨好是为了逃跑是吧？还是不行。这姑娘，你越是这样做，我越不会放你走的。那就永远都不要放开。阿珏，再信我一次好不好？好。
阿珏。温夜，到夜色 KTV 来，我在这等你。好，小说里女主被瘟疫送给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还被拍了照片。小可爱，区区一千万，那个瘟疫就把你卖给了我。放心，今晚上一定让你先去死啊！就是这个味儿。哎呀，叔叔，哎，你给陈爷你，念念是我呀。瘟疫，书中你害女主误会，是司业局设的局。这一次，我要让你自讨苦果。给你们一个新闻，与顾家有婚约的温家三少爷在皇庭酒店开房。阿直，天亮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等我哦。果然，你哄我就是为了趁机离开我。阿念出去了，跟着他，顺着他。阿念，你说最后信你一次，但愿你不会再让我失望。这样对顾念是不是不太好啊？有什么不好的？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还是个丑八怪，王总能看上她是她的福气。阿姨，明天真的会跟她退婚吗？当然，等我拿到照片，我不仅要跟她退婚，还要让她身败名裂。到时候，整个顾家就是我们的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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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打个电话，叫人去夜色酒吧606，把里面的人给我揍一顿。好，顾小姐，他们出来了。哼，你现在就去告诉狗仔，不管瘟疫出多少钱，照片都不能卖，直接上传。瘟疫不是他的未婚夫吗？之前还为他要死要活，今天下手这么狠，你真的要搞他吗？你下去吧，车留给我，我亲自去接这对狗男女。温先生，这里，你回答一下吧。温先生，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您跟这位小姐是什么关系啊？哎，等一下，温先生，您走啊！温先生，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温先生，你走啊！温先生，念念，你怎么在这儿？你不应该在夜色 KTV 吗？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两个怎么会在酒店开房，还被狗仔抓到？念念，你听我解释。无所谓，不需要听你解释。周菲菲。书中你极力扮演一个好姐姐，越是在掩饰你的内心有多么的虚伪。叶子，你发什么神经？带我们来什么鬼地方？我要回家。没事，回家，我回家。你放手，让你姐，你放手！文爷，放开我！文爷！妈妈，我带他来给你赎罪。刚才那三个响头是你替你妈说的，
回去告诉你妈，她以前的事我会加倍奉还。还有，你以后少惹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文爷，文爷，菲菲可是你姐，你就这么打她，你是人吗？你心疼呀。现在还没拿到顾念的股份，我不能表现出对她的厌恶。她是你姐，我只是在帮她。我最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是我，你爱我，你还跟他去酒店开房，被狗仔队抓到。念念，我跟你姐就是一个误会，你相信我，我最爱的人是你。哎，别闹了，赶快带我们回去吧。对了，你不是应该在夜色 KTV 吗？那不是2000万的合作，而且还能顺理成章跟顾念退婚。你把他衣服扒了，我一会儿就去夜色。不行。要不你扒了周菲菲，要不然我让他们俩扒了你们俩。顾念，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我会讨厌你的。让。啊，等等等等等，爸，我去扒。你干嘛？干嘛？文姨，你干嘛？你干嘛？文姨，你干嘛？你放开我！这别动！又不是没被老子扒过，在这装什么装？你混蛋！放开我！快快！总会被别人拔枪吧？你放心，只要他去了夜色 KTV， 我就能拿到那2000万的订单，还能拿到他作为小三的证据。这样，顾氏集团就是你的了，我明天就能跟他退婚了。念念，你看到我对你的真心了吗？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把他也扒了，衣服拿走。你姑爹，你告诉你个丑八怪，你给我提前找铺呗。你放给我。回家，阿哲在等我。阿哲。阿珏，我回来了，理理我嘛。别走，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放你走。不走不走。阿珏高烧了，快叫秦医生过来。什么意思？温家三少与小花旦周菲菲昨夜私会，文艺太渣了，都跟顾小姐订婚了，竟然还出去开房。小花旦周菲菲连自己未来妹夫都勾引，早就听说顾小姐是乡下来的村姑，长得奇丑无比，还没什么文化。谁敢说顾念丑？顾念吃你家大米了？没文化，关你屁事！哪个在说顾念丑？等小姨我24小时。陪你怼、小说中女主的小哥会救女主而死。小爷，小爷。念念，可不可以叫一声小哥？小哥，书中你为救女主而死，这次我一定不会让这件事再发生。哎呀，小爷，都5个小时了，天都亮了，你嘴不累，手不疼吗？你先睡吧，我玩会儿。哎呦，小爷。你可是演员，是歌手。还有，你不要忘记了，咱俩的黑料还少吧？再少点行不行？我这不还没糊弄呢，不差这一点。哟呵，哎，他扒你黑料都说你抄袭的事情了。哦，我好不容易给你漂的白白的，你这又好糊糊的了，你还这么帮他？
只要念念开心就好。哼。哎，你说拉黑我就拉黑我，你说加我就加我，难道我顾小妖不要面子吗？我肯定不能通过啊。小哥同意吗？哎，怎么了？你说大事。他加我，喊我小哥了。那我可是要通过了啊。造孽啊。阿菊，我梦梦太衰了，你忘记早安吻了。你没事吧？你真没接过吻吗？昨天晚上不会是你的初吻吧？昨晚也是我的初吻。他没被瘟疫亲过，你身上只能有我的味道。喂，姑娘，看你做的好事，你把你姐给毁了。告诉你，从今天开始，菲菲就改姓顾，她才是顾家的大小姐。我们都是会宣布，菲菲才是瘟疫的未婚妻，而你才是抢了你姐夫的小三。当初你让顾念跟瘟疫订婚的是你们，现在临时更改订婚对象的还是你，怎么现在顾念倒成小三了？一个乡下村姑，你需要什么名声？你能跟人家比吗？我不同意，周菲菲她就不姓顾。告诉你，明天十点，我们在温家举行订婚宴，你必须赶到。瘟疫的订婚宴，真是我报仇杀人的好时机。所以昨晚和早上的讨好，不过是为了回去跟瘟疫订婚。不许去。阿爵，你就让人家去嘛。我告诉你，你要敢去温家的订婚宴，我就叫人炮轰了温家。我是去退婚的，又不是订婚的。退婚？嗯，只要退婚了，我才能名正言顺的跟你在一起。你让我去好不好？好不好？老公，你让我去嘛。老公，他刚叫我老公。那去吧，不过就这一次。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要收敛要收敛，结果呢，去酒店开房还被狗仔跟拍，报到网上，你说你们真是。哎呦，这又不是瘟疫的错，还不是因为那个顾念，这个乡野村姑奇丑无比，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昨晚肯定是他搞的事。对呀，爸，这明明都是顾念的错，那视频肯定也是他上传上去的，你也不能只骂我一个人。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儿子瘟疫的脸面必须要维护，这件事情那个顾念一定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你们放心好了，顾念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从今之后他就净身出户，再也不会纠缠瘟疫。好了好了，订婚宴已经开始了，我们先去招待宾客啊。温渣渣，期待你待会儿看到我的真实容颜，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哈哈哈！哎呀，来，好久不见，真是好久没见。对对对，来来来，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啊！近期如何？你看，温先生、温太太，请接受一下采访啊！温总，可以接受一下采访吗？今天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菲菲的订婚宴。各位记者，有什么想提问的？今天我一定知无不言。温少，关于昨晚您与周小姐的头条新闻，您怎么看呢？
这个嘛，其实是个误会。我要订婚的对象一直都是菲菲。至于顾小姐嘛，她对我呀是单向的爱慕，所以啊有些纠缠罢了。对对对，这个我解释一下啊。菲菲早就改姓顾了，她才是顾家的大小姐。和温少订婚一直是菲菲，而不是顾念。大家误会了，误会了啊。各位，顾念是我的妹妹，她从小就一直暗恋温毅，所以是犯错才会传出温毅是她未婚夫的谣言。所以现在是误会。恭喜顾念退婚温毅，说一声恭喜，红包见真有份。恭喜顾念退婚温毅，说一声恭喜，红包见真有份。怎么回事啊？这是谁？退婚呢？顾念退婚，怎么打成黑白照片了？这不会是怎么这怎么这样？对呀、啊，黑白照片。温毅是谁？今天不是温毅和周菲菲的订婚宴吗？就是啊，这温毅究竟和谁订婚了？不知道。好好的订婚宴成了一场闹剧，怎么搞的？这都快成送葬的了。我也很好奇，顾念到底有多丑？这么多年没有一张照片流露出来，肯定超级丑。不然顾家那么有钱，温家也不至于联姻一个生门女婿的私生女。嗯。顾念，让开！顾念，你敢这？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温先生，这是把我认成谁了呀？我刚刚说的不是你，说的是顾念。一个乡下来的土八怪，别介意啊，美女，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啊，咱可以单约。今天的事呢，就是个误会啊，以后慢慢给你解释。我先去找那个土八怪算账。哎，别靠了，别靠了，什么事儿？哎，真是，他去哪儿了？不知道。顾兰，原来。爸还记得我妈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午夜梦回，厉鬼索命。顾念，顾念，顾念，你这个丑女，你再不滚出来，我让你躺着出去。她就是你口中的丑女。你是顾念？对。她要是顾念的话，我给大家表演吃屎。顾念都丑成什么样了？哼，你可别侮辱了我面前的这个大美人。温先生今天要表演吃屎啊！你真的是顾念？绝对不可能！顾念明明是个丑八怪，怎么可能是你？你肯定是假的。他是顾念没错，跟他妈年轻时一样。我就说吧，顾兰号称是天下第一美女，怎么可能会生出个丑八怪？也不知道是谁，居然造谣说顾念是丑女。好啊，顾念，你竟敢骗我，害老子白白恶心了那么久。顾念。妹妹，你去哪儿找的化妆师啊？竟把你逆袭成一个大美人。原来是画成画的呀。哼，我就说呢，一个丑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个大美人呢？大家谁有卸妆水吗？我有。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出门从来不化妆的。自己的妆浓得跟刷白漆似的，还好意思说别人。曾经也是排名第一美女的周菲菲，在国内相比连一颗毛孔都算不上。妹妹，你今天盛装打扮来我的订婚宴，该不会是想来抢婚吧？不，我是来送礼的。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他是送给这对狗男女。顾念，顾念谁呀、啊？在干什么？这么做好玩是吗？干嘛呀？都别看了，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非得把温毅抢走你才满意吗？第二个礼物。第二个礼物。这是什么？这，哎呦，这件事，这东西。
这种事儿。我祝你们渣男跟贱女天长地久。我要杀了你！保安，保安！好了好了，安保了，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扔出去！有大佬吩咐，要让顾小姐在这里为所欲为。姑念，从一开始和瘟疫订婚的就是菲菲，不是你。今天就算是闹翻了天，瘟疫也不可能和你订婚。念念，就算爸爸亏欠你，你也不能抢你姐姐的未婚夫吧？姑念，你做不成小三儿，还要做夫妇？我们温家的订婚对象从来就不是你。既然你们都这么肯定，那我就不得不拿出证据了。静静会迁出户口改姓顾，以后她才是顾家大小姐。我也会宣布静静才是温姨的订婚对象，而你才是抢姐夫的小三。小三？小然，私生你要当吗？亲生还当这种事儿？这样的婚姻，还真是这一点啊。我说你，顾念这么一个大美女，却被谣传成一个无敌丑女，就你不好看呀、啊！原来是想坏她名声啊！不是装，你闭嘴！你居然，你还录音，还录音、啊？不留下证据，怎么向大家证明你们这样虚伪的面孔？这种，哎呀，姐姐，你抢了妹妹的老公，给个说法，是不是？我跟文艺从小就认识，如果你不出现，今天订婚对象本来就是我。说到底，你才是那个小三儿。打我！打你就打，还要分场合啊？打！真打！周菲菲，你要渣男我送你，但是你想改姓，姓顾，不可能，你不配姓顾。爸爸，这是你姐姐，一个混账！你要是再敢帮，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大义灭亲。小三的下场就应该是扒光了扔在街上。我已经手下留情，反了，反了！今天谁要是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抓住，我就悬赏现金十万。二十万，给我上！上！打起来了！快跑！快走！还有谁？你不要，不要过来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家瘟疫是不会给你订婚的。就算你这样玩欲擒故纵，那也是白费力气。抱歉，我对你的宝贝儿子没兴趣，我来退婚的。退婚，麻烦你把我妈的订婚骨借还我。顾念，这件事你尽管说。你是想解释是周菲菲勾引的你，还是我看错了？别拿你那亲过垃圾的嘴来跟我解释，恶心。顾念，别给脸不要脸，你做这些事情无非就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想要引起我对你的注意。你闭嘴。戒指，戒指。退了婚，顾念跟我们温家可就没有半天关系了。你们给我记着，是我顾念退婚的你温意。哼，顾念，除了我眼瞎要跟你结婚，其他谁能看上你？我告诉你，除了小爷我，其他没有人敢娶。你就回去做你的老村姑吧。那真是不好意思，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司夜爵会娶我的。这谁人不知道司夜爵不近女色，想要靠近他下场都不会太好的。姑娘这是有多想不开呀、啊、说什么大话不好，非得吹三爷这种牛，传闻三爷不喜欢女人，有个女人想勾引他，把酒洒在了他的西装上，结果被三爷爆了黑料，直接就送进了警察局啊。哎，对对对，我还听说啊，有哪个女人要是敢碰一下三爷的衣服，可是要断一根手指啊。哎呀，婚我退完了，你们可以订婚。各位，凡是今天恭喜我顾念退婚的，都能跟顾氏集团或者司氏集团合作。哎，
真以为这私事集团是你家的呀？你说合作就能合作？哼，现在这说大话是不花钱吧？各位，现在应该收到短信了吧？私事集团发出通告，三天内恭喜顾念退婚瘟疫，有机会和私事集团谈合作。天哪，跟私事集团合作，这可比中500万彩票的概率还低呀！是啊。恭喜恭喜，感谢温渣男退婚。恭喜顾念退婚。瘟疫，恭喜啊，被退婚了。恭喜恭喜。你这。阿珏，今天我终于自由了。欧阳，封锁全城，把姑娘给我找回来。是三爷。阿念。还是想离开我。阿珏，我跟瘟疫退婚了，我俩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欧阳回来。不用找了。看来是我误会阿念了。哎，念念。阿珏。哎，阿珏，快快快，脱衣服擦药了啊。啊。好啊，我说怎么不接我电话，原来在跟秦医生鬼混呢。哎，不是不是，顾小姐你别误会啊，你别多想了，我是喜欢女人，再说我是给三爷上药呢。除了后背，别的地方我来上啊，等我。好，知道了。三爷，你还是多提防点吧，我觉得顾念这次费尽心思的讨好，那说不定是想要您的命呢。那又怎么样，他开心就好。我可是听说他去婚礼了。我拿我的性取向发誓，他现在肯定和那个瘟疫亲亲我我，说不定、啊、还怎么密谋着怎么……哎，哎呦，啊！你再敢说顾念一句坏话，我叫你好看！我敢打赌，他不会回来的。我要是输了，我这辈子我都对他毕恭毕敬的。难道阿念在骗我？看来三爷这鞭子白挨了，真不知道姑娘的丑八怪给三爷下了什么迷魂药。三爷是重口味，女孩这么多年不知道。哎，替三爷默哀三秒。三爷，顾小姐真的回婚了。阿杰，我跟瘟疫退婚了，我妈留给我的戒指不要回来了。哎，三爷什么时候开窍了，找了这么大个美女回来，终于把顾念那个丑八怪给甩了。干什么呀，眼睛抽筋了？别说了。有什么不能说的，顾念她本来就是个丑八怪。她就是顾小姐。你可拉倒吧。他要是顾念，我现在我就倒立出去。那你就倒立出去吧。顾，真是顾小姐啊。嗯。顾小姐不但回来了，还跟三爷亲亲抱抱举高高了。这下连底裤都说没了吧？哎呀，怎么不早说？信不信我打你一针？阿珏，你有没有听话，乖乖上药？嗯。真乖，你要好好养好身体，我们才能来日方长。好，我们来日方长。来日，你坏！阿念，三爷，你就得跟我去取经了。我跟你说，女孩得哄，来日方长，去呀、啊！哦，老爷子，调查过了，昨晚瘟疫的出轨新闻就是顾念小姐。安排人去拍的，您是要对顾小姐出手吗？阿珏不让动，你不想要命就尽管动手。糟了，忘了小哥。
小爷，接电话。小爷，顾念，你个小妖精，你还敢来打电话给找小爷？小金，我跟你说，你告小爷抄袭歌曲的事情，我还没跟你说话呢，你还敢来打电话啊？都怪我，我得弥补小哥。不行，我要给他写首新歌。小哥，你怎么了？动动你的脑。顾家有丑人吗？没准基因突变呢。顾小爷。韩小哥，韩小哥，我错了。那个，我听说某个人怎么样了？那谁？司夜爵。你说谁？谁？司夜爵。耳朵不好使啊，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嘿，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是司月杰听见的话，让你脑袋一颤。小哥，哎，你打我啊。我错了，我错了，我让你冷静冷静点。我打你叫你清醒点，司月杰不是你能觊觎的，做梦都不想。是他先追的我，不是我觊觎的他。好好。哎，你还不信呢？信，当然信。你看，哎，我给你看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上个对象，对吧？这是上上个。你有病啊！我跟你说真的呢。那我现在把你备注成啊，玛丽莲梦露，然后你今后就是玛丽莲梦露。小哥，我想你了。你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哦，还是杀人了？没有，我就是单纯的想你了。说吧，判几年？哥替你扛。你就不能说点好的呀？那我给你写了首歌，你拿去唱，保证爆火。你还会写歌？那可不，我可是著名创作人樊不祥。你说你是谁？樊不祥，你没听说过吗？你是牛不破，吹牛都不带破。不是，怎么我说两句话你一个都不相信啊？我信我信，然后我唱你的歌火到宇宙去，然后都要我说我妹妹是樊不祥，那我一定是整个娱乐圈第一大傻子。小哥，我跟温毅退婚了。你说什么？我跟温毅退婚了，都上新闻热搜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哼，果然你小爷变了。我没有没有，我发誓，真的真的，那个真的退婚了，和他退婚了。哎呦，那还能有假？你看，哇，可以啊，你这波霸气，小哥我喜欢。你现在住哪儿？我送你回去。不用，我一会儿去逛街。对了，小哥你一定要记得要唱我给你写的歌。放心，我一定好好唱牛不破大师的新作啊，火到宇宙去。上次的合作项目没了就没了，以后谁也不提。啊，那这可怎么办呀？阿爵突然很想你。沈可怜又是一个送死的女人。听着，飞鱼，
三爷，我受气。你在教我做事吗？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找你。不用，你要努力工作。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回来吧，继续开会。啊，好。三爷，收下。怎么了？我谈恋爱，见不得人啊？三爷都谈恋爱了？佛祖恋爱稀奇，不知是哪位小女子。什么姐姐？哟，妹妹，你也来这儿逛街？想跟我妹妹妹妹的套近乎啊？这要搁古代，像你这种庶出都要叫我大小姐，也不对，这要在古代，像你这种私生女，进王府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全身上下加起来，估计连200块都没有吧？250给你，拿着，有多远滚多远，别在这儿妨碍我们逛街，真晦气。算了吧，果然是个250，为了钱连脸面都不要了。250说谁呀？250说你呀。好的，250小姐。你敢骂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是250吗？这250啊，还你。这438送你了。你啊，泡泡，别跟我妹妹计较，她刚从乡下回来，又没了妈。你打我！你不想在这儿给我妈磕头，就把嘴给我闭上。不过是个有妈生没妈养的野种，你有什么可豪横的？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呀，周小姐，我陪我妹妹来逛街，她刚从乡下回来，没什么钱，帮我多照顾一下。嗯，这位小姐，看看可以，但不要乱摸。这里的衣服最低都是30000起，打一年的工都买不起。哎，你别乱摸，这件衣服好贵好贵的，你要留下什么脏东西，你赔不起。哎呀，离我远一点儿，我怕被你传染病毒。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小心一点，别让姑娘发现。小心一点，别让姑娘发现。姑娘，昨天你害我丢尽脸面，今天我要让你尝尝丢脸的滋味。试一下衣服吧。哎呀，胖胖，你撕坏了！哎呀，你闯祸了，这衣服好贵好贵的。你们都不能走，必须赔钱，要不然我就报警。是你绊倒我的，这衣服是你搞坏的。我能绊得动你吗？是他绊的我。妹妹，我都看到了，是你绊倒的胖胖。那咱看监控吧。看就看。我刚刚可是借位了，监控根本拍不到我的脚。哼，赔钱吧。要是不赔，那就是恶意毁坏商品。这衣服好贵的，得坐几年牢吧。菲菲，赔多少钱？100万。啊？哎呀，我的珠宝首饰还没买，先去逛逛。爸，你给我点钱。又闯祸了。我给你拿去。顾念，你给我等着。小姐，你看看，这是我们今年最流行的款，那些、这些还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年最新的新品。你看喜欢哪个，我给你拿过来。把你店里所有东西全都拿出来给我看看。全部？对。您是说全都拿过来吗？她是我妹妹，她虽然没什么钱，但绝对不会偷东西。那不是当红花旦周菲菲吗？既然周小姐开口了，行，走走走。好。
全部包起来。全包？妹妹，这里没有一千万，有五百万，你买得起吗？这连黑金卡都不是，只是普通银行卡，你确定能刷出五百万？你确定能刷出五百万？五百万到账。这是全球特制的银行卡，里面有无限额度的存款。我去打包。妹妹，买不起的话就别逞强了，我可以给你买。你那些狗链子我没兴趣。您的东西已经打包了，请问要给您送到哪个地址呢？来，玉水湾，听说那是三爷的住处，难道他也住在玉水湾？哦，我也想去玉水湾，哪怕当个女佣也行啊。真是搞笑，你买不起别装逼，我看你们俩脑子也是有病，竟然配合贱人演戏。顾念，等会儿报警器响了，我要让你脸面扫地。你们快抓住他呀，他真的偷了你们店的珠宝。哎，你别搞笑了，一个随身携带无限度银行卡的人至于偷？他真偷了一个钻戒，价值两百万呢。蠢货，这不等于误打自招陷害顾念吗？胖胖，我妹妹不会偷东西的。啊，保安。婷小姐。停，小姐，等一下，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包。检查什么？检查你们有没有偷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大明星周菲菲，我爸是顾氏的父子，我的未婚夫是瘟疫，偷你东西。大明星，我只是搜一下。你干嘛？没偷东西，那这是什么？我没偷。没想到周大明星居然有偷东西的癖好，这个戒指可是价值百万。想不到周菲菲也偷东西，陷害人！你简直陷害我们！你们要么选择坐牢，要么选择自掏腰包买单。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偷一罚十。买单。给钱吗？给我妈打个电话。妈，现在过来。小说里，女主在商场被诬陷偷东西，在洗手间还被女反泼了脏水。你，走，大明星前面有就算，还有这种癖好，走，赶紧走，快走。
还以为我是当初那个顾念，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什么叫恶有恶报。阿哲，巴巴哒，巴巴哒巴哒，阿哲，你这么看着我，是不是抢我的身份了？我，啊，你这是干什么？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阿念，你这是在玩火，你就不怕什么？不可以，你伤还没好。说的对。等你身体早点好，就不用急运动了。奶奶曾说，一个男人在面对女人的诱惑能够克制，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呢。书中姑娘无论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司夜爵从来没有强迫的。司夜爵，这次就换我好好来爱你。按小说发展，今天是温渣男去签合同的日子了，下午两点在惠利餐厅。搞定，这回我一定要让温渣男付出代价。司氏集团的项目合作方案被人偷走，这导致我们集团损失了10亿。亲爱的，我到惠利餐厅了，我答应你一定会把10亿抢回来的，半个小时后给我好消息。好，我相信你。顾年都去找瘟疫了，三爷还笑得出来，不会是疯了吧？我相信你。三爷，您不给个请示？大家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再继续。半个小时后，跟月群外贸的合作。可是这个合作已经被温氏集团抢走了呀！我说可以就可以，谁敢质疑？三爷，您可别忘了，是他导致我们集团损失10亿。不满意？你可以走。那个小女人要是能抢回这个合作，我加班一个月。三爷被这样的狐妹子迷惑，明年不宣布破产就烧高香了。时刻关注阿念的动态。好，如果阿念没有谈成，用我的名义要逼对方同意。好。喂，老爷子。阿爵吩咐你去帮顾念了。是。不许去帮，自家不要没用的媳妇儿。他要是敢出手帮，我就敢动手。老爷子。不错，跟我们的理念一样。来，卢总，我们签这里。哎。卢总。别签。他是。顾念。你来干什么？哼，我们已经退婚了，你别再纠缠我了。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好不好？卢总你好，我是顾念，我代表司氏集团重新来谈这个合作。对，就是我。顾念，你赶紧出去吧，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厌恶你，我不会喜欢你的。不信。
卢总，咱别管他，我们继续啊。我还是听听顾小姐的合作方案。这是我们总裁最新的策划，更有利于扩宽海外产业的商业版图，而且是这样，不仅可以让两家公司互赢，还能为国家走出更远的一步。嗯，卢总，您看这项目可以签吗？三爷不愧是商业鬼才，这合同绝了，签。等一下，卢总，我们已经谈好了，而且我们已经签了一次，如果你现在不签的话，算违约吧。这样，只要卢总愿意签我们的这个合同，我愿意再涨你1%。温总的合同，您最好再仔细看看，小心被诈签哦。怎么可能出错？姑娘，别白费心机了。这可是上亿的大项目，还是小心点为好。你，顾小姐说的对。你检查一下。还有3分钟。卢总，这合同有问题啊。不。飞翼，你竟敢骗我。这不可能啊。这合同都是你们发过来的，我只是打印。不对，这不是。这合同要是签下，你就是诈骗，要把牢底坐穿的。你算计我。本小姐可是顶尖黑客，改一份合同简直是小菜一碟。温总，这话可不敢乱说，我连你温家的门都没进，怎么敢算计你？你顾小姐，我们现在可以签约了，还得感谢您的提醒。多谢卢总。半个小时了吧，别说电话了，连个信儿都没有。你还当真？一句玩笑话听听就算了，一个女人怎么晚会识别？就是。三爷，老爷子把钥匙先放了，现在才告诉我。顾念小姐出手，三爷，你惩罚我吗？现在马上给岳群老总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合同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要不然等着明天岳群被收购的消息吧。三爷，半小时已经过了，岳群已经和温氏签完合同了，何必呢？是岳群卢总的电话。岳群卢总的电话，该不会是那个小女人惹恼了卢总，现在来兴师问罪的吧？三爷要接吗？接，把我的话一并告诉你。好的。卢总你好，不好意思，我们一个小员工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去跟你谈合作，真的很抱歉。没得罪啊，我们谈得很愉快，现在准备跟贵公司谈签合同的事。啊，签合同？他没有得罪您吧？就是签合同，我们谈得很愉快，没有得罪。好的好的好的。卢总真签合同啊。三爷你厉害，这消息差点连我都信了。不是我。刚刚是谁说如果签下来加班一个月呢？没人说话，好，全体加班一个月，半小时完美谈成。三爷，没给你丢面子吧？阿年，真棒。姑娘，有事儿啊？你今天就是特意来捣乱的吧？温总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的话，你这会儿应该在监狱里捡肥皂了吧。你跟三爷什么关系？男女朋友关系。不是，你说什么？男女朋友关系。
就你，还想跟三爷谈男女朋友？有什么问题吗？姑娘，我承认你是变漂亮了，可是就你，三爷能看得上？三爷可是私家继承人，商业鬼才，而你一个花瓶，娶回家都嫌占地方。这样，你跟着我，我一个给你10万零花钱，怎么样？10万块钱，好多呀！你认为我堂堂顾氏千金能看得上你吗？哼，说的好听点，你是顾氏千金；说难听点，你就是寄人篱下的野丫头罢了。我现在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姑娘，别不识抬举。像你这样的破鞋，在锦城除了我，没人能看得上。温总，你是不是对姨子有特殊的嗜好？退婚前撩大姨子，退婚后撩小姨子。顾念，你别任性。我有钱又有颜，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法国，我愿意拿1个月10万块来玩你，都是你的荣幸。我真听不下去了。那边左拐是厕所，撒泡尿照。你别不知好歹，我跟你讲，这都是你的福气。恭喜先生获得本届1等奖自恋奖。啊！造孽呀！亲爱的，你怎么来了？有人，矜持点。我不管，我就要亲亲。我们就看看，你继续继续。念念，今天在月群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在你原有的项目方案上改动了一点，没想到卢总很满意，就同意签了。为什么说是替我呀？低调啊，要是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么厉害，我不得忙死。我只想做你背后的女人。好，那以后啊，你就是我背后。牧羊，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什么味？恋爱的酸臭味。你们两个，我是不介意把你们送去解剖室工作。还是我厉害吧？今天啊，这件事做得很漂亮。阿珏，我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非常小的请求，你不可以拒绝，好不好嘛？感觉有阴谋，你先说，我看看。我想回家。你说什么？你要离开玉水湾？你要离开玉水湾？没有，我就是有点想家了。哎呀，阿珏！姑娘，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讨好我就可以离开玉水湾。永远都不可能。这里是你的家。司夜爵，怎么这么偏执？哎呀！按照小说的剧情发展，周晨即将会有大动作，顾氏集团会被改名为周氏集团。念念。说好苟富贵勿相忘，你回家认个亲就把我扔村里头吃土了。小说里张萌萌是顾念最好的朋友，一直劝顾念离开温渣男，顾念不听，还跟张萌萌绝交。后来张萌萌被杀身亡，到死也没找到凶手。萌萌，我爱你。咦，小念念，你不要这么肉麻，太吓人了。对了，你快给我支支招，怎么才能让一个男人相信我是真的爱他的，不会离开他？先说是哪个狗男人？司夜爵。哎，不对啊，你未婚夫不是瘟疫吗？你怎么勾搭上司夜爵了？念念，你知道司夜爵的美名吗？冷血无情，高冷禁欲大恶魔，闻风丧胆。哎呦，这么坏。
也还好吧，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他。念念，你能不能不要白日做梦了，免得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我还得去收尸。阿珏，你怎么在这儿？念念，这是哪个狗男人？你等着，我提刀来救你。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冷血无情、高冷禁欲、令你闻风丧胆的大魔王。你好，再见，打扰了。啊、哦，还真是他男朋友。这个是你朋友？嗯，人还不错，可以交往。哎呀，阿珏，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放心，我让你回家。阿珏，你太好了。不过我有个约定，不许触碰我的底线，听到没有？小书里好像没说四叶诀的底线。哎呀，不管了，先答应再说了。好，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管好你的女儿，一个乡下丫头哪来的脸欺负我们家静静啊。管好你的女儿吧，你看她那1000万买了一堆什么破玩意，还差点被抓走。都是顾念这个疯女人陷害我，让我丢脸。要我说啊，就该给那个野丫头找个人嫁了。新生太太，大小姐回来了。这个家除了我谁还敢做大小姐，再乱叫小心我开了你。周先生，周太太，早上好啊。姑娘，我是你爸，他是你妈，你没大没小啊。爸，这上门的女婿都另娶了，我也不姓周，你算什么爸爸。妈，我妈在墓园躺着。他也在墓园躺着吗？你，姑娘，你从小在乡下长大，不懂规矩，那你多跟你姐姐学学。跟她学怎么勾引妹夫，跟她学怎么偷点宝石嫁祸给我。妈，行了，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礼。哎呀。哎呀，这样的态度才对嘛！以后啊，我会找个好男人给你嫁了。哎，你，妈，顾念，爸，你管管他。妈，你怎么了？来人，小姐，把这些都给我换成新的。不可以，这是大小姐的房间。这里呢是顾家，周菲菲她不姓顾，以后在这里只有我能叫大小姐。这里是大小姐的房间，你想换就自己搬。你说什么？周菲菲是大小姐，而你只不过是个乡野村姑。你打我，在这里你连佣人都不如，凭什么打我？怎么回事？管家，他打我，这个村姑打我，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胡小姐，你想怎么处置他？把他开了，再扣3个月工资。是，走，进来。管家，他不能开我。老周，前几天王太太买了一个5克拉的钻戒。你看，这些碎钻过时了，买新的。哎，打扰二位了，我要跟你们通知一下，明天呢，我要去顾氏集团上班。以我在顾氏集团的股份，勉勉强强给我空降一个总裁，不过分吧？不行，念念，你一没学历，二没实战经验，空降。底下人不服啊！哎，你看，要不然这样，顾氏集团旗下的魅影公司好不错，先从秘书干起啊。总公司的总裁，子公司的小秘书。啊、周先生，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哎呀，念念，
你别这么任性啊！你说你在那个工作干出成绩来，就有机会返回总公司。嗯，那这样，嗯，你把周菲菲在魅影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我，我就同意去。你要是不同意，那我只好去总公司做总裁喽。行吧。哎，我不同意。魅影公司马上就要爆炸了，林如春姐，我亏钱就烧高香，亮子也做不出什么成绩了啊！来，来下。从这一刻起，我将一步步夺回顾氏集团。阿菊，今天我成为魅影集团的总经理了，晚上我接你下班，请你吃饭。三爷，你还不回去？今天念念接我下班。念念。阿菊，我马上到，等我哦。不能给阿妮太大的压力。不着急，我们还要开会呢。啊啊，你真的在开会啊？真的。我怎么看你那边静悄悄的，该不会早就下班了吧？没有，真的在开会。不急，我等你。嗯。快去啊，三分钟之内让公司高层过来开会。啊，快去。啊啊啊。刚到家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加班。怎么冷你啊？到底什么急事，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下班下了个寂寞。就是。喂老婆，我不回来睡了。我们老板又开会。对呀，事儿啊这叫。三爷，高层已在会议室等您开会了。念念已经到楼下了，我先下班了。那会议。散会。下班。你说大晚上的喊我们开会，结果开了个记忆幕。阿姐，念念，你来了。特助，三爷怎么跟女人在一起啊？我们走。嗯，走吧。你眼花了。今晚三爷叫我们开会，到底是干嘛？三爷的事少过问。哟，这不是顾念吗？哪儿来的美女？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家的一个邻居妹妹，以前吧可丑了，现在又不知道在哪整的容。王哥，她以前可乱了，经常跟野男人一起鬼混。我看上一套房子，你帮我搞定她，我就给你五套。念念，你在这等人吗？我不等人，难道等狗了？他骂我，他说我是狗。你，念念，来这吃饭的话可是需要会员的。你有会员吗？没有。没有啊，难怪会被拒在门外呢。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强哥，大强集团的总经理。大强集团，大强。嗯。小说里把大强集团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最后卷款跑路，还害得顾氏集团亏损几十亿的那个人。哦，你就是大强集团那个老鼠屎吧？你怎么骂人呢？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我他妈本来就不是个东西。哦，哎，不，顾念，快跟强哥道歉！快道歉！要是把强哥哄好了，我们就带你进去吃饭。你怕是没有来过这么高端的地方吃饭吧？赶快跟我道歉，跪下道歉。我就带你在这里吃饭，我就把你赶出去，你个小变态。你，他打我。他也打我。你给我，哎，给我，你哪位啊？谁啊？
韩思源，哎，你的小可爱被欺负了，你帮我出气。哪位啊？知不知道我是谁？三爷，好好告诉这位先生我是谁，再把他赶出去。明白。什么东西？不会说话？谁啊？你们两个还不快滚！别，你又是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可是这里的高端会员，凭什么让我们滚？凭什么？凭你们得罪的是三爷，知道三爷是谁吗？废话，有眼不识泰山，快滚！强哥，人家好气啊，怎么办？强哥，还什么强哥？我都为了你得罪了三爷。啊！哼！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到了。怎么了？就这样啊？哦，我知道了。公主请下车。司业局，你就不知道来个告别吻呢？怎么这么没有情趣？就这样吧。不要那么气，走了。小哥真速度，这么快就把我写的歌唱出来了。你藏在我的身边。不对，这不是我的歌。喂，小哥，你为什么不唱我给你写的歌？你说好无条件相信我的呢？怎么把我的歌都换了？哎，念念，我唱的就是你给我写的歌。我发誓，如果我唱的不是你的歌，我就不会做你小哥。我信你，但是我写的歌旋律不是这样的，它旋律是这样的。你靠在我的身边，想着他的美，你身上有他的味道，我也不在乎。这不是唐思阳最近火爆的新歌吗？啊，好好，你等等。不好，小哥被欺负了。顾小爷，这件事情你要处理不好，之前给你的资源要撤回。念念不会抄袭的，我相信他。跟大家说个事儿吧，以后顾小爷就是我们公司的一哥了。好，大家回岗位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一不小心呢抢了你的位置。哎，要不这样，我呢介绍几个富婆，补偿补偿你。你走了。
还好，没有把牛不破大师的作品弄丢，不然狗头不保啊。哼，我知道了。该死的唐泽阳，居然敢幻念那给我写的歌。唐泽阳，干什么呀？你还是抄袭者！我知道是谁了啊！告诉你，念念写给我的歌是不是你拿的啊？上次开会我拉地上了，你偷偷拿走了。没想到你为了红真是不择手段啊！不仅污蔑我还抄袭，我要你公开道歉。我没知道这件事，我要个说法。要么顾小爷公开道歉并承认抄袭，要么我离开公司。外面有多少公司想签我，你应该比我了解吧？顾小爷，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要么你承认抄袭泽阳的歌，要么解约。解约，立马解约。但是，我一定会追究你法律责任的。副总，顾家千金顾念小姐来了。念念，谁干的？念念，就他抄袭的歌。不过你放心，小哥我一定替你抢回来的。就是你干的吧？喂，阿念。阿珏，你小舅子被人欺负，我要替他报仇。胡杨。给我查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给鸿明传媒的老总打电话。放心，只要你们两个好好听话，我也会捧你们的。我们公司最近要捧一个大人，跟三爷有关系的大人。知道三爷是谁？不知道。他跺跺脚，整个京城都能地动山摇的司三爷。啊，三爷要亲自给我打电话了，这在整个京城都是绝无仅有的，嘿嘿，有牌面。嘿嘿，喂，三爷，听说你想捧唐泽阳解雇我小舅子呀？我看你这个刘总是不想干了。小舅子？三爷，公司没有你的小舅子呀。他叫顾小爷，我限你在三分钟之内解决，否则你别再想干。啊，是。嗯，老爷子的命令是一年之内不与顾小姐公开。您这……那爷爷说过不让我跟小舅子公开吗？帅哥，要不要单独聊聊？好，原来是我的粉丝，我这该死的魅力。走吧。哎，念念，等我三分钟。我还以为顾小姐是来帮你的，没想到是来追星的。关你屁事。喂，刘总。玩意儿，我不是交代过要捧顾小爷吗？为什么要跟他解约？刘总，我这是在帮你啊。唐泽阳的新歌爆火，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信不信老子回去就弄死你，现在立刻马上。好吃好喝的供着顾小爷，说什么要把他留下来，否则你就给我滚蛋。顾小爷，顾小爷，要不您重新考虑考虑，我们继续签约。顾小爷，都是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好吗？顾小爷，
赶紧解约，这破公司多待一天都有戏。郭小姐，这屋里没有别人了，天也挺热的，要不我帮郭小姐脱点衣服，凉快凉快。这不错呀，没有监控。哇哇哇，说哪只手打了我小哥，是这只还是这只？要不还是打你脸比较好。嗯，这只手还是这只手？自己马上发微博澄清这件事，不然我让你没法开口唱歌。这是法治社会，你敢？这屋没有监控，也没有人。如果我说你非礼我，我只是正当防卫，你拿我怎么样？我发还不行？快点的，你只有三分钟。Hello， 大家好，我是唐泽阳，我的新歌《挽留》。谢谢了顾小爷，我抄写了顾小爷的。顾小爷，可以了吧？就那么着。妮妮，没事吧？他怎么会这样？我打的。怎么能是你打的呢？毕竟你是个女孩子嘛，一定是他不小心摔的。你这么柔弱，柔弱。顾小姐，要不你劝劝小爷，还是留下来吧。毕竟他的名声不太好。没什么大公司要的，红名才是他最好的选择。逢人办事就要有求人的态度，要不然你跪下来学狗叫，我们考虑考虑。你不要太过分了，顾小爷算个球，老子要留他是看在老板的面子上，他离了红名哪儿都去不了。敢这么说我小哥，这条腿你是不想要了。你这样的念念撒。既然你都叫了，那就赶紧把解约合同签了。你不是说我叫了你就不签吗？我说过吗？你好，我是顾小爷的法律顾问，我将代表顾小爷与贵公司签订解约合同，还有贵公司唐泽阳抄袭顾念小姐歌曲一事。小哥，你接下来什么打算？明天我可就接手魅影公司了，要不要过来玩玩？念念真是长大了，都可以接手公司了。我呢就不去祸害你了。我有朋友啊，开了个星辰传媒，叫我去那边。放心，以我的能力，饿不死。再说了，实在不行，回去继承家业嘛。你们干嘛？干嘛？有人花大价钱买你一条腿。看你长得还不错，要不先陪哥几个乐呵乐呵，或许我还能下手轻点。小说里，周柳静被杀手断我腿，小哥为了护我死于杀手的刀下，打脸成了惨白。这一次，对于我来保护你，小哥你让开。他们冲我来了。不行，有我在，谁也不能行。来罗化先生，赶紧滚！要不然连你一起揍。没听过一句话吗？凡凡死于话多。
笑死。我在念你这么霸气，小哥，你没事吧？啊，念念，你没事吧？小哥，你没死，真好。什么？少姑娘跑了？一群废物！姑娘，这次算你走运。诸位，这是我的小女儿，未来魅影公司将交给她打理，大家没意见吧？王总，你觉得呢？我看来魅影公司在他们眼里确实没救了。哎，既然王总没有话说，那我来说。以公司目前的情况来说呢，我们虽然不会撤资，但是也不会投入资金了。顾小姐，你决定要接盘吗？魅影公司虽然不大，但也是十几年老品牌，交给顾念管理，万一经营不善倒闭了怎么办？可不是吗？菲菲，你要相信你妹妹的实力啊。她有什么实力？要文凭没文凭，要经验没经验，交给这样的人，公司能好吗？嗯，那要是我管好了呢？那要是你管不好呢？那要是我管不好的话，我自愿让出顾氏集团 15% 的股份。顾念，你还真是蠢，一个要破产的公司也抢着接手，你这不是把股份白白送到我们手上？好，这可是你说的。那要是我管好了，让魅影公司盈利呢？那我就自愿让出顾氏集团的股份，并且我还会召开媒体大会，直播喊你姑奶奶。好，成交，成交。魅影公司不出一个月就会破产，姑念，这可是你自己找死。虽然公司是你的，但你要从总经理开始干。如果一个月内你让魅影公司的利润超过现在70%，你就能获得我和菲菲的股份。听起来不错，70%，小意思。你们可别后悔，这个公司以后呀，跟你俩可就没关系了。即将破产的本公司获顾念的股份，稳赢。顾兰在商场上那么聪明的女人，就生出顾念这么傻的女儿，不后悔。一个公司而已嘛，爸当玩具送给你。好，哼。哎，起来，起来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顾念，顾氏集团的二小姐。纠正一下，是大小姐。顾氏集团只有我一位千金。是顾千金。行了行了，散了吧，去工作。什么总经理啊，简直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就是啊，什么都不懂，投好胎就是好命。就是。总经理，你们几个下午去人事部办理离职。啊，念念，今晚同学会不要忘记了。小说里萌萌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后意外死亡，
我一定要拯救萌萌。听说今天丑小鸭也会来，是真的吗？你们消息也太闭塞了。现在啊，丑小鸭已经变成白天鹅了。如今呢，顾念是华国第一美女。高晴，你跟顾念见过，你说说，她是不是真的变漂亮了？一般般，不过五官还算秀气，不然我前男友也不会。说到这儿，我真替晴晴感到不值，因为顾念，晴晴跟她前男友分手了。他们分手跟顾念有关？晴晴前男友可是个富二代，顾念背着晴晴故意勾引，才导致两人分手。晴晴，你前男友眼睛也太瞎了吧，放着你这种大美女不要，去找顾念那个公交车丑女。哎呀，你们都别说念念了，是我既不懂得撒娇卖萌，也不懂得情绪的，所以总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就是太善良太好说话了，才会一直被顾念那个贱人给欺负。背地里造人黄谣，这叫善良？哎，你是顾念？我是顾念。顾念，这也太美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大明星误入宴会了呢。哼，估计是跑去棒子国整的吧，这一看就是人造的。哼，就是他让读书时期的顾念承受校园霸凌，害顾念剪掉留了十年的长发。秀玉吗？你这花了不少钱吧，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你是飞机场来着。你，哎呀，好了，秀玉，大家都是同学嘛，你刚才说的话也太过分了，快点给顾念道个歉啊。哎呀，秀玉，刚才确实是你不对，快跟念念道歉吧，没看到班长都心疼了。对不起。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跟我道歉了，那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念念，公主，你，哎，念念，我记得大学时你可是跟班长写过情书的，现在你们男未婚女未嫁的，怎么没坐在一起啊？小说里姑娘根本就没写这份情书，却被全校通报处分，还差点被退学。班长，你当年拒绝顾念，肠子都悔青了吧？哎呀，别提这事儿了，你们就别拿我开涮了啊！哎呀，哪有开玩笑？我记得当年顾念还是因为这份情书轰动全校，差点退学，还有……你们是要帮我回忆一下霸凌的事是吗？哎，回忆你能帮我写情书，害我被学校处分；回忆你们把口香糖粘在我头发上，害我剪掉留了十年的长发；还是回忆在我桌子里塞死的老鼠，椅子上放502胶水。念念，以前还小，大家都是跟你闹着玩的。真是小气，这么多年玩笑话都记得，难怪。啊！姑娘，你疯了！你发什么火嘛？我也是在开玩笑。开玩笑？你告诉我开玩笑，你……哎，好了好了，念念是跟大家开玩笑呢，啊？哼！我去趟洗手间。明明喜欢我还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哎，我听说顾念成了美公司总经理。一个快倒闭的公司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把自己当回事儿。秀玉，别说了。班长，你是不是喜欢顾念啊，这么维护他？别忘了刚刚才被退婚，就是一个破鞋。不好意思，来晚了。你们刚刚说谁是破鞋？
萌萌，念念，好久不见了，快来跟我坐。班长，好久不见。哟，这不是萌萌吗？这么久不见，变漂亮了。不过我有关注你的直播。是吗？我没注意。萌萌现在可是大网红了，漂亮又多金，身边追求者应该不少吧？啊，没有没有。怎么会注意我呢？萌萌喜欢徐庆。没想到啊，当年班上那两个丑小鸭都逆袭成大美女了，而当年的班花……我先去洗手间，我跟你一起去。当年他们还不如我，凭什么过得比我好？那你想不想把他们拉下泥潭？什么？当年你可是班花，怎么能被两只丑小鸭比下去呢？他们呀，就是太会装了。要是我，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本性，还不如你。晴晴，你这话的意思是？顾念诡计多端，我们还是要从张萌萌下手。只要她出事，顾念是不会躲的。记得做干净点。喂，帮忙安排三个男的来环庭酒店313。哎，婷婷，这件事还是你做吧，我不敢。你看着吧，一会儿进去不知道顾念怎么对付你，让你难堪，说不定他会当众说出当年的情书是你写的，喜欢班长的也是你。好，我做。班长萌萌，你们俩男才女貌，很登对，敬萌萌一杯吧。等等，该死，他不会发现什么吧？念念，你是想让班长把这杯酒敬你吗？也对，毕竟你给他写过情书，吃醋吗？很正常。少带着阴阳怪气，再说的话，我不介意把你的臭嘴划开。哎，两个人喝没意思，来，咱们一起喝。一起喝。嗯。萌萌念念，刚才是我不对，我向你们道歉。既然你都道歉了，我们大家又是同学，那就一起喝吧。啊，来，干！一会儿有好戏看。班长，念念。楼上就是房间，我跟班长先送你们上去休息一下。我也一起。念念，来。走，你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坐，就是这儿，坐。
班长，我要和我哎呦！哇哇哇！这啥呀？这是哎呦，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快去洗洗吧，哎、这儿交给我。哎呀，好了好了。哎，一杯醉还敢来同学会？难怪在小说里啊，你连药都用不上。哎，哎呀，喂，宁宁，班长，我喜欢你。宁宁，你同学会结束了吗？我去接你啊。结束了，我现在有点忙，你一会儿先别上来，有记者。好。幸好这一次有事的不是你。是在哪儿？我看看，快找找。这前面，走，快，前面看看选择。哎，就前面那个。哎，你们怎么也来了？接到消息，听说这儿有网红和名媛的不法运动。张萌萌和顾念是吧？对，我也听说了。是这里吧？顾念，过来把门打开。哎呀，走，快进，快点，快拍，走，快拍，来，哎，你等着。明叔，这里有人聚众淫乱，就是他给我们下药，还把我们拉进房间的。没证据可别乱说，可是污蔑哦。好啊，没想到堂堂一个顾总，手段这么卑鄙。念念，你就这么恨我吗？不仅抢我男朋友，这一次还想毁我清白。原来顾念是小三儿啊，难怪被温少退婚。这位小姐，请问你可有证据证明是他下药？警察先生，我跟顾念是同学，我真的不追究了。请问我可以回家了吗？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秀玉，人善会是被人欺的。我们把顾念当同学，他却把我们当敌人，还把我们害这么惨，你可不能退缩呀。这件事影响很大，跟我走一趟吧。好，我去叫一下我朋友。你怕什么？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他跑不掉。可是，没有可是。萌萌。怎么了？没什么，就是隔壁进行非法活动，需要咱们配合下调查。什么？非法活动？在哪儿？我要看。警察在呢。走。就是他们给我们下药，警察同志，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不是我们做的，我有证据。这警察先生，我真的不追究了，都撤了吧。这，
故意的，是他让我做的。这视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怎么就招了？好啊，秀玉，原来是你做的，害我冤枉了顾念。哇哇哇！不是，分明就是你叫我做的，还跟我要。我现在是受害者，你要是承认，我就不追责；如果你不承认，我就让你牢底坐穿。我，念念，我没想到萧玉是这种人，是我信错人了，误会你了。早知道这么想，我就不用打脸了吗？那你想不想要把他们拉下礼堂？不可能，不可能！好啊，秀玉，你竟然敢录音！警察同志，就是高晴教唆我的。高晴，我早就在你包里放了录音笔。难怪，虽然这件事不是你们做的，但还是请你多协助调查。这一协助，应该就能把高晴和张秀玉送进监狱。协助调查，非常乐意。走吧，带走，把他带走。那一脚真是巧合吗？什么一脚？我没有明白。哎，没什么，我送你们回家吧。好啊，不用，有人来接我们。啊，念念，哎，萌萌，车里坐着的人是顾念的男朋友？看来传闻顾念包养软饭男是真的，是我这该死的魅力也不为所动吗？哎，帅！哎。阿俊，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死。小傻瓜，看来是做噩梦了。我真的好爱你，不爱别人，让我亲一下。阿念，你这是干什么？哎，阿念，你这是干什么？你再乱动，你醒了会后悔的。我怎么会后悔？我以前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拥有，现在、好了，阿念，你知道的，抵抗不住你的。那就别哭了。今天晚上我允许你对我发誓。你确定不会后悔？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最爱的阿珏，是我未来的老公。这次你不要让他开心。阿念，你醒了。阿珏，我就这么把四叶全睡了。你果然后悔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醒得太早，没有反应过来。你要是后悔了，三爷，你跟古小姐以后啊记得叫司太太。是，三爷。天哪，古小姐好猛。古小姐不一
反正就让三爷这棵万年铁树开花了。爷爷，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接爷爷的电话呢。我知道，您不就想说微博上的事吗？您放心，我只是公开恋情，没有公开顾念。子夜爵，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一年之约，我会遵守约定的。曹管家，上次11亿的项目，你查清楚是怎么回到公司的？都在说是顾小姐贪回来的10亿的项目，可是我总觉得……你觉得什么？你跟了我几十年了，跟我不必拘谨，有话直说。我觉得是三爷在暗中帮忙，他才拿回这10亿的项目。算是论，就算是有实力，他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给咱们这个项目。顾念有没有这个能力，就看这次魅影的结果。他不是公开承诺在1个月内要让魅影公司盈利比例多70%吗？就2天了，不急。哎，老爷子，如果顾小姐此次成功，您是打算让顾小姐进你们私家大门吗？如果她能这次把魅影公司起死回生，足以证明她的实力，有何不可？带走，来，赶紧来，3、2、1，来，看镜头，来，哎，好看，来，再来一张。哇！好 ，OK， 指导，很好看 ，OK。你看这光线行吗？这角度对吗？你们能不能打起精神来？赶紧的，顾小姐。公司就这几个人，差不多得了。认真点啊！行了行了，休息吧。萌萌，辛苦了，这个时候还愿意来帮我做代言人。都是好姐妹，说什么客气啊？哎，不过你能不能收敛一点？我可听说公司都在传你的绰号大魔女。无所谓，只要公司能盈利，叫我灭绝师太都行。啊，对了，徐青跟我表白了。什么？小说里我记得徐青好像是被几个富婆包养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萌萌被渣男伤害。你答应了没有？我还在考虑呢。别傻，他配不上你。啊！喂。哎，念念，有时间吗？中午想请你吃个饭。哎呀，顺便聊一下合作的事嘛。我考虑一下。哎，行，那中午见啊。哎，我还没答应你呢。好好，拜拜啊。小姑娘。给我调查一个人，徐庆。说吧，你想怎么谈合作？念念，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叫你出来就是为了谈工作吧？什么意思啊？念念，这么久没见，你好像变直了呀，我怎么撩不动了？班长，你的意思是？哟，念念，怎么还脸红了呀？好可爱呀、啊！真想咬一口。要不是为了萌萌，我真要吐出来。在干嘛？教我闺蜜识渣男。你在跟男朋友聊天啊？没有没有，人家还没有正式男朋友呢。
那你看，我还有机会吗？我可以追你吗？其实呢，从学生时期啊，喜欢的就一直都是你。哇哇哇！班长，你这样人家多不好意思啊。好吧，看来是我庸人自扰了。没有用尽自己的实力去表白，也活该被你拒绝。徐静。啊，萌萌，哼，哎，你怎么在这儿？萌萌，宝贝，你怎么来了？像这种表白短信，你应该发过不少人吧？海王，这不，萌萌，你听我解释，都是他这个贱人勾引我的。哎，你听我解释，我什么都没干呀，萌萌。你一个大男人说话茶言茶语的，恶不恶心？你敢跟我玩阴的？姑娘，你对我是有什么误会吧？啊，就算是我不喜欢你，没必要挑拨我跟萌萌吧？啊，抱歉，我对你这种渣男没有好脸色。徐庆，徐庆，你竟然敢背着我玩女人？哼，这样的货色你也看得上？宝贝，你听我解释啊。忙工作的，忙工作的。他们两个是谁？都是我大学同学。这位，魅影的顾总啊。这位，魅影的代言人。你那个美容院不是要护肤品吗？我在给你忙工作呢。哦，忙工作，工作约在情侣餐厅，又是送花又是表白的，你也不怕涂阿姨误会啊？涂阿姨，您误会了。您看着也有四十多了吧，您什么风浪没见过，他说的话您就信啊。阿姨，阿姨，我有那么老吗？我看着有那么老吗？没有宝贝，哪有四十，才十四，十四啊，十四。不管，徐庆，你给我说清楚，否则你的卡和公司我全部收回。哎，宝贝，你听我解释嘛，你也知道我那该死的魅力。都是他，都是张萌萌，他喜欢我，他勾引我的。但是你放心，我已经拒绝过他了。我只爱你一个人。渣男！姑念，别太过分了。看在我们同学的份上，这次我就原谅你了。翠翠，我们走，快走！哎，徐庆，你不许走，必须跟我和念念道歉。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打脸的声音。有什么可坦白的呀？啊，就是他俩啊，爱而不得，一直纠缠我，不要脸。谁不要脸？你还要相信他说的话吗？当然，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不清楚。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叫你出来，就是为了找工作吧？姑娘，你竟然敢录音！就算是为了得到我，哎，也不能如此不择手段吧？念，撒泡尿照照镜子吧！你什么玩意儿啊？值得我们家念念喜欢？张萌萌，你疯了！你还要继续包养这样的男人吗？刚才被砸，他先保护了我，说明他还是爱我的。翠翠，当然。我们是交往关系，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还有，他是我的男人，还轮不到你们评头论足。我也不想管，但是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渣男来招惹我的姐妹。你想在垃圾堆里捡屎吃，随你。你们可以进来了。你还有什么花招啊？走走走，我们走。我不走，我倒是要看看一个小小的魅影总经理能有什么本事。宝贝，哈尼。
念念，他们是谁啊？他的金主。门。这女人都谁呀、啊？他们为什么和你在一起？第一次发现，喜欢一个人能这么恶心。宝贝。哎、还敢管老娘要卡，裤衩都没有。嘿。嘿、哎哎、渣男渣男。那、哎、你们。亲爱的宝贝，你以后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了。哎呀，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好吧，那走吧。周总，哎，这是魅影公司的财务报告和股票，您看一下。魅影竟然卖得这么好，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顾小姐可能会盈利70%。你先下去吧。是。怎么下去？绝对不能让她成功。不错，顾念这丫头。做得真不错，短短一个月就有这样的销售额，肯定是三爷在暗中帮忙。不会，这段时间我看得紧，阿珏确实没有帮忙。哎，老爷子，那您这是要承认他和三爷的关系？如此的商业头脑有何不可呀？那卓雅小姐怎么办呢？不过是一些老人强意撮合，阿珏若是不同意，我还能逼婚不成吗？哎，老爷子，那个你是，到底谁是主谁是仆啊？哎，听说这次又有新品了。听说他是吧？挺好，等会儿干吧。我听说还不少东西呢。是啊，姑念来了。啊，张玉山，那就是姑念。哦，就他呀。他还挺厉害呀。挺漂亮的吗？卖养公司最近销售不错呀，那离我们的赌约好像还差一点。还有一个小时呢，不着急。哼，今天呢，我将现场直播带货。大家好，今天魅影产品直播有打折，欢迎大家来购买哦。姑嫂，张嬷嬷今天为什么没有出现？我听说她用了魅影的产品，脸上过敏，毁容了。请问情况属实吗？就是啊，这种安全不能一个属实，不可能。魅影产品绝对安全，它通过了最高检验中心的检验，我自己也用。可是他脸上毁容情况属实，我这里还有他毁容的照片。啊，这脸怎么这样了？是不是真的呀？谁说我毁容了？没事。啊啊！你的脸也没事啊，竟然没烂。我的脸为什么要烂？大家好，我今天可是素颜哦。素颜？啊，素颜？怎么可能是素颜？这么好看？那你的事不会是从这都没有？相信我。是啊，但是怎么可能啊？张小姐，听说你最近在给魅影公司做代言，这。是300万，只要你愿意明天在发布会上说出用他的产品烂脸，这张卡就是你的了。周小姐，魅影公司可是顾氏集团旗下的，你为了赢过顾念不惜毁了魅影。不过是一个快破产的公司，没什么可惜的，倒是张小姐可要想清楚，魅影给你的代言费不过是100万，这里有300万。那这样吧，张小姐，我们顾氏集团正好缺一个代言人，我爸是副总，只要我跟他说一声，随时都可以成为我们顾氏的代言人。张小姐是聪明人，该怎么选择自己看。
好，我答应你。该死，张嬷嬷，你这个贱人敢耍我！天哪，张嬷嬷的皮肤好像剥了壳的鸡蛋，太 Q 弹了！就算冲着素颜状态，我买十盒。才一分钟，后台已经卖出去100万盒了。什么？100万盒？不，这刚一分钟，绝对不能让顾念赢。顾念，你当初为了那个小白脸和温家退婚，今天怎么不把你那小白脸带过来？各位，顾念他就是一个淫娃荡妇，而且脚踏两条船，这种人的产品你们敢用吗？你看我就说是说可是这个产品的效果太好了。顾总，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是各位，借此发布会，有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我跟顾念退婚的真正原因是他劈腿。啊，顾念，只要你肯承认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你呀，还是我的未婚妻。你们一个个说我劈腿，脚踏几条船，证据呢？我亲眼看见两个男人送他回家，而且举止亲密。这个你怎么解释？当然是由两个当事人自己来解释。这个男人是谁？他身后是欧阳特助？没错，就是三爷身边的特助。他怎么会来发布会啊？难道是三爷想收购魅影？哼，照片上的男人是我，我是顾小姐司机。欧阳特助给顾念做司机？这顾念到底有什么能力，居然能让三爷的特助给他做司机？那他呢？他是什么人？我是他的男朋友，未来的老公，司夜爵。司夜爵，真没想到，还是司夜爵。阿爵，一切有我，放心吧。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司夜爵？对啊，顾念可是被退婚的破鞋，三爷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冒充三爷，你怕是在整个华国都没有容身之所。三爷很少在媒体面前出现，你们不知道很正常。但你们别忘了，我可是三爷特助，我还能有假？再说了，整个华国还有谁敢冒充三爷？能让欧阳特助如此毕恭毕敬的，除了司老爷子，那就是三爷。真是三爷？司总，他就是个残花败柳。敢说顾念的不是，就是跟整个司氏集团作对。阿念，你继续。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销售成绩。10亿2000万。什么？10亿2000万？一个小时前明明才8个亿。这个一定是你数据做的假。怎么，你也质疑这个数据？没有。这份数据是真的，你赢了。很好，既然这样的话，合同签了吧。哦，对了，周董，麻烦你帮我把总裁办公室清理一下，我不希望明天工作的时候看到垃圾。爸，好了，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哎，走吧。念念，太牛了！
你们不过是个小公司，今天算你们运气好。不过顾氏集团，你就没资格。你打我！你打我！你！别让我再看到你！滚！我自己会走。你给我等着！哎，念念，那我也走了。我们现在这样算公开关系了吧？你这么优秀啊，爷爷肯定会喜欢你。今天晚上自家家宴，我带你去咱家要改口费。爷爷喜欢什么啊？第一次登门拜访，应该备点礼物。爷爷最近喜欢长远大师的国画，尤其是研究过夜明鬼谷子，但是他好像不对外售卖。我有长远大师的夜明鬼谷子。你有？哪来的？我画的。我爷爷最近对国画很有研究，你准备自己画哄他开心？放心，保证爷爷满意。好。温爷，我们就这样被欺负吗？行了，那你让我跟三爷作对是吗？先顾好你自己吧，如果顾氏集团丢了，三爷这仇白结了。我绝对不能拱手相让的。行，我爸给我安排了海外业务，我要出趟国，剩下的你自己解决吧。老爷子，洛阳小姐刚刚来电话说她回国了，要前来登门看望您，别看要改天吧。那就让卓雅一起来吧，人多热闹一下。是是是。老爷子，恭喜恭喜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请自坐吧。恭喜恭喜啊，四老爷子，听说三爷谈恋爱了。叶局的眼光向来不错，他喜欢女孩，肯定很优秀。恭喜恭喜啊。哎，老爷子，罗雅小姐和卓夫人来了。哦，四爷爷，坐。四爷爷一年没见，越来越年轻了。是啊，一年不见，小雅越来越漂亮了。四爷爷这话说的，好像我以前就不漂亮。小雅，你就不要再闹了，赶紧把夜明鬼谷子的话给爷爷。嗯。什么？小雅，我没听错吧？真是夜明鬼谷子啊？小雅可真有心呀，知道老爷子喜欢长远大师的国画。可不有心嘛，小雅可是被当作少夫人来培养的呢。快快把画拿来我看看。四爷爷，等三哥来了咱们一起看国画。老爷子，三爷回来了。三哥。他是叫你三哥？他是叫你三哥？傻女人。不用怕，我会帮你的。三哥，三哥，三哥，回家了，三哥。小说里顾念以为瘟疫是他要找的三哥，才一直死心塌地对他好，直到他死的那一刻才知道司夜爵才是他要找的三哥。你吃醋了？三哥，他是……咱们不熟，叫三爷。走。哎，爷爷。三哥，你不跟我介绍一下吗？你跟我什么关系？别一直用正牌女友的口吻跟我说话。我的正牌女友在这儿。没想到阿爵这鉴表能力这么顶。我只是想……叶爵，来者是客，说话注意点。爷，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司太太。叶爵。爷爷，您不会是忘了吧？您说过只要阿念赢了就可以改口，
爷爷您不要反悔吗？没有，虽然我准许你恋爱，但准许结婚还是另外一回事。谢谢爷爷，我一定会让您同意我的。哎呀，顾小姐是第一次上门吧？哎呦，这不会是空着手的吧？我们家小雅可是带了老爷子最爱的夜明鬼谷子的国画，不知道顾小姐带的是什么礼物呀？夜明鬼谷子？顾小姐怕是连夜明鬼谷子是什么都不知道吧？那可是著名的国画大师长远大师的画。哦，长远大师的画一幅最低要千万，这部夜明鬼谷子更是被拍出了3亿的价格。只可惜长远大师不对外售卖。不对外售卖？卓小姐的国画是怎么来的？我在国外有幸见过长远大师几面，他说与我有缘，便赠予我这幅画，还说要收我为徒呢。我说过这话吗？小雅，还不赶紧把画拿给老爷子看看。嗯，哎，真是不巧，我送的礼物也是夜明鬼谷子。什么？你送的也是夜明鬼谷子？嗯，长远大师只画了一幅夜明鬼谷子吧？那现在出现两幅夜明鬼谷子，这怎么回事？嘿，那还用问吗？这其中肯定有一幅是赝品啊，姑娘那幅肯定是假的。哎，对对对，卓小姐从小画画就好，又在国外，肯定见过长远大师本人，能买的夜明鬼谷子啊，不稀奇。我相信阿念那幅还是真的。这是真是假，大家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顾小姐，你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不愧是长远大师的画，画得如此锋利。四爷爷，你喜欢吗？老爷子，依我看呀，姑娘手里那幅肯定是假的，就不用打开看了，直接丢垃圾桶就好。既然这幅是真的，那另外一幅肯定是假的，还是不要打开了，免得伤了顾小姐自尊心。顾小姐，你要是喜欢国画，下次啊，我带你去长远大师的画展，那里可都是珍品。把垃圾当成宝贝，我看各位该洗洗眼了。你的话可不能随便讲啊，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头，从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假货，就想要嫁入豪门，好笑死。吵什么，一幅画而已。啊，这两幅画不一样了，颜色都不一样，差这么多。明显这幅画你。这么假的一幅画你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你是当我们都是傻子？妈，顾小姐也是一片真心嘛，她也是受害者。姑娘这幅画是真的。姑娘送的画才是真的。老爷子，我知道你是刚同意姑娘和叶爵的事，要给他们留点脸面，但是也不能这样哦。我们家小雅也是要脸面的。是啊，姑娘这幅画明显就是假的，颜色暗淡不说，这宣纸也太劣质了吧。夜明鬼谷子画色本来就是暗淡的，能够在如此劣质的宣纸上画出这么细腻的画更是难得。长远大师只用一种宣纸，跟我收藏另外一幅真品的宣纸一样，而且这里也有长远大师的落款，姑念送的话才是真的。卓夫人刚才说垃圾就应该扔进垃圾桶里，怎么还不扔去啊？怎么回事？不可能，这可是我花了3亿买的。念念，以后再去地摊买货一定要带上我，我看东西的眼光更准。好的，爷爷。
顾念，敢跟我抢男人，你给我等着。老爷，饭已经准备好了。好了，那就大家吃饭吧。爷爷，长远大师听说这里有两幅一模一样的夜明贵谷子，很是生气，说他一会儿就来。长远大师到。谁敢冒充我的话？四爷爷，长远大师来了。您就是长远大师。老爷，听说你们鉴定了我的夜明鬼谷子是假的。长远大师，卓雅这幅画是你的作品吗？当然，是我亲笔所画，有什么问题吗？长远大师，你是画了两幅不同风格的夜明鬼谷子吗？嗯，仅此一幅。啊，四老爷不会是把假的也当成真的了吧？我还真没见过上杆子来打脸的。实话告诉你吧，我才是真正的长远大师。阿念，你是长远大师？你不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口气还挺大。哎呀，竟然当着正主的面冒充长远大师，真是搞笑。你也不怕啪啪打脸啊？长远大师，顾小姐这是在跟你开玩笑，你别跟她计较。哟，你别跟她计较。卓小姐，你真是查到我了。顾小姐是吧？好，那看在卓小姐的面子，这样，顾小姐你现在给我道歉，我可以大人有大量原谅你，否则你是假的，我一定会追责到底。顾小姐，就一个道歉，没必要把自己下半辈子搭进去啊。我倒想要看看谁敢动阿念。艺术界泰斗张平书到。张平书，艺术界泰斗，他怎么来了？啊，您好，我是长远大师。哦，你是长远大师？竟然会被这种人冒充。师父，你可算来了。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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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不来，有些人就要欺负到您徒儿身上来。他是你的徒弟啊，张大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徒弟。你知道就在刚才，这是他师父，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冒充我的名讳。哦，那么你我的关系是？我和你能有什么关系啊？张大师也是我的粉丝。我希望啊，你以后冒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功课。老爷子拿的珠子都是假的。你连张叔和长远大师师徒关系都不知道，你还站在这儿装，真不要脸。长远大师和张叔一向很低调，不知道也很正常。那这么说，顾念真的是长远大师了？哎，你到底是不是长远大师啊？你就是长远大师。你可别说了，就是他收买的我，让我假冒长远大师啊。我其实是个流浪汉，平时就喜欢长远大师的画，所以自己就临摹，他让我模仿长远大师画的。刘长远，你闭嘴，你再敢胡说，我要你的命。他就是个骗子，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啊。对，你们千万不能被他给骗了呀。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贱人，是你找人来诬陷小雅，你们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你再敢胡说八道，我让你出不了司家。
我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我这儿有朱小姐跟我说的所有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他跟我说这儿没有人认识长远大师的让我来玩啊。啊不是我鬼迷心窍。哎呦。够了卓夫人卓小姐你们两个人让我太失望了。来人把他们两个请出宴会。你到底是不是长远大师啊我当然是了。你们见过有哪个冒充者能够这么招摇过市的滚念今天我一定不会让你风光地走出这里。既然你这么肯定你就是长远大师那把你注册长远的笔名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说什么这个还要注册哎。哎呀。这是我八岁那年注册的长远笔名。意味着我跟三哥长长远远。你真的是。八岁就成为世界著名画师果然这个世界时刻提醒我就是个废物怎么你还是不肯承认你是假的好你可以不承认我也可以报警别我承认好吧我承认我是假冒的你打人不计小人过你放过我吧四爷爷不是这样的我跟三哥还有婚约在身你不能这样对我呀那些封建习俗不作数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顾聂才是我们四家认定的四太太把他们两个请出去四爷爷老爷子怎么能修改婚约老爷子老爷子你不要啊诸位请随我前去就餐我们去吃饭吧行唐念我说过你这么优秀爷爷一定会同意的。四爷爷你应该不会因为我是长远大师才同意的吧哪里话呀不管你是不是长远大师都是我们四家认定的媳妇儿。这小子要是不娶你我打断他的三条腿。爷爷我可是您亲孙子。您不是最疼我吗以前是以后可能不是毕竟现在有个亲孙媳妇儿。爷爷。哎你好小姐。非工作人员禁止出入请您出示工作牌。什么时候出的规矩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前几天刚出的。我是顾氏集团大小姐也是股东之一还有什么证件吗我就是打工的您别为难我。行。我给周董打电话不为难你。谁啊喂郭小姐。刘秘书我在楼下你让保安放我进去。郭小姐。不好意思没有周副董事长的同意非工作人员不能入内。周董在不在周副董出差了您的工作交接需要等周副组长回来才能办理。要不你先过几天吧。周小姐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回应顾小姐。不过她有些怪怪的。有什么怪的那是没办法。真当这是他自己家想干嘛就干了。这里早晚得姓周。我说顾小姐这件事情真不是我能做主的。嗯你确定公司没人做主是吧那我报警了。哎呀顾小姐你真太有意思了。这件小事用得着报警吗不知道公司重要机密文件被偷了算不算大事啊
你千万别，你等我一会儿，你稍等，我现在下去。顾小姐，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是周副董和周小姐不让你进公司。嗯，赶紧过来，快给顾小姐道歉，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群蠢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刘秘书，这个规定是因为文件被盗，可不是针对某些人。就是你和周副总要把公司集团改姓周的。闭嘴！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嘴？你竟敢打人！住手！干什么呢？周副总，你坐的火箭啊，这么快就出差回来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啊？我是你爸，不是你仇人，你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我什么也没做，就在这儿喝咖啡。哎，年年，菲菲不懂事儿，才那么为难你。你看这个认知书，你就签个名吧啊。年年，刚刚那个邮件都是你发的，你怎么会有公司财务数据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哎、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些供应商的解约的事情，是不是你让四三爷做的？你这不是心里有答案吗？问我干嘛？三爷对你是真好啊。那是自然，我的男人对我不好，对谁好啊？阿珏，庆祝今晚夺回故事，今晚我带你买衣服。阿珏，你不用太着急，我在一楼等你啊。文哥，你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村里的狗蛋，你好好说。村花小薇，你这样我可不理你了。哎呀，人间小可爱念念。文哥，你怎么看这衣服啊？嗯，哎呀，买不起就别碰，别弄脏了衣服。嘿，你不卖女装，卖上男装了。衣服多少钱？20万。买这些一样，都给我来一件，我都买了。顾小姐真厉害啊，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那个小姐，我不是，我就喜欢新欢，怎么了？你管得着吗？念念，真是不要脸，男人一个接一个。有帅哥左拥右抱，我要脸干嘛呢？你信不信我告诉三哥，让他甩了你？你试试啊，姑娘，我就不信。阿珏。你看，有人让你甩了你女朋友，你会甩了我吗？当着我的面，反正别的男人，还问我这话。那个，其实我跟念念是，三哥，你还不知道吧？这位啊，是顾小姐的新欢。我刚刚劝他不要脚踩两只船，他说他就喜欢帅哥左拥右抱的，你千万别被他骗了。亲爱的，我带文哥是来买衣服，没带卡，你的卡给我刷一下呗。顾小姐，你能不能有点羞耻感，拿着三哥的钱去给小白脸买衣服？那请问爱妃今晚能不能翻我的牌子？三哥，顾小姐，您的卡一共230万。
多少？心疼了？没有。这有钱人真的任性，顾小姐那么飒，活得跟个女王似的。切，真是可笑！你拿着三哥的钱，花养小白脸。顾年，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怎么，羡慕吗？我，哼！文哥，我想死你了！你怎么也不联系我，也不找我？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告诉你，阿念是我的女人。刚才我只是碰巧配合她演戏，你要想跟我抢，我是不会客气的。念念，你快解释一下，再不解释，我恐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我呢，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世界了。文哥，刚才那个文哥跟细狗一样，一看就不喜欢女生，你到底要干嘛？你吃醋了？那是我学姐。学姐居然吃女人的醋，吃了那么久。女的，学姐也不行啊。消消气，别生气了。还笑。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今天吧。也好。阿宁，确定要跟我领证吗？跟我领了证，就代表你以后是我四爷爵的妻子了。我后悔了。顾念，你刚刚才决定的，现在就反悔？我后悔没有早点嫁给你。这还是以前想逃离我的阿念吗？真的，你想要嫁给我？嗯。哎呀，磨磨唧唧的，赶紧去领证。今天没领证，别回来了。快去领证吧。走，去。司太太，这下你可跑不掉了。司先生，我们这会儿已经是领证者了。为什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念念，我这是穿越回来了。完了，我的阿珏呢？阿珏，哎呀，念念，都几点了，你还睡呀？今天可是你入职司氏集团的日子，快！啊，都八点半了，要迟到了。这不是张萌萌吗？你好，是顾小姐吧？我是丽娜，去跟新同事认识一下吧。嗯。这不是周菲菲吗？里面请。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顾念念。很高兴和大家成为同事。啊，顾念念。顾念念。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嗯。我说空气质量怎么突然变差了？原来是某些土包子浑身散发着穷酸气。哎，新来的，去给我倒杯咖啡，
你是少胳膊还是少腿啊？我是来打工的，不是来做佣人的。要和自己道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爸可是这儿的副总监。信不信我开除你？要是阿爵在就好了，他肯定替我出气的。我看谁敢开除他。哇，那不是四世集团总裁司夜爵吗？天哪，太帅了！小说里的霸道总裁照进现实了。是啊，司总，哎，阿爵，我说过，这辈子你是跑不掉的。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慢慢的喜欢简简单单的浪漫，那些心的回忆，公公被写心里，慢慢慢慢拉近距离，慢慢的发现我们相同的频率，慢慢的没法抗拒彼此吸引力，只想抛开本能拥抱你。